是几点？这是open the emergency stuff then call then start。这是打开什么？启动啊。什么动？启动开关。启动什么开关？哦，这是这个里。这是离合。这个是离合。这是调速。调速。所以让我跟你说，重新来吧，我跟你说清楚，再把那个好。这个是急停，这个是上降，这个启动，这个调速，这个机头的斜度，角度 ，angle of the head adjust。这个是什么？This is cable down and up cable。那一款也是这样子的了。然后呢？然后走怎么走的是吧？这是转动。它到了转弯的时候，它是自动转动。自己调速的。现在机头没放下去，那个是干什么的？那是转弯的速度，这里转弯速度我跟你说，拉出去，转弯的速度，就是转弯速度调大调小，如果一般也是调到光的小，转弯的速度了，这是转弯的速度 ，angle speed。可以调大或者是调小的 ，angle speed。Install speed。到边上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转一下？这是 not stop。之前假设你转过去哪个弯的话，它一下子就停顿下来看，下到那边没。这是减速的还是什么？这都是。那是点动，就是说你点动。调不灵的时候是停一下。inch button， OK。那启动那个怎么启动？启动那个这个上面。启动的时候它是一起的，它是靠皮带这里带上来，这是同步的。同步的，OK，this work like this， and your machine now it's already finished now， it size like this and table。It's on the...